蒙背啊，蒙看有一背无？啊，你知影法师是真调皮，伊怎啊？剥落了，摕一边互伊教教咧。我其实，那才一边尔，哇，摕足久，这陈老师叫伊教教，啊，才摕位置这个，啊，就是你这才教教伊啊，啊，毋知有背无背？哦，迄是足够皮的，你毋知？啊，讲我死的时候，讲真自在。讲迄只狗，讲要往生去，讲无代志倒落，转去，安尼足好势个，安尼，尤其所以这素食狗吼，住伫寺庙素食狗，安那有福报，你敢知？哦，哎呀，后世伫咱也做咱人，啊，做人，安那修神通，讲啊，你顶世伫咱就是伫个猪棚时，只素食狗，你只是过来出世做人，因为你有听经闻法啊，早课暗课啊。以此功德脱离去精神的身躯，哦，所以那知影这个宿命自立的人，哦，很好玩，真好耍啊！第九，天眼地力，看到众生咧受生的下报，为倒一倒来，向倒一倒去，或者是苦，或者是乐，拢知影。第十，漏尽自立，漏尽就是烦恼除掉。漏尽就是这个烦恼全部净尽了，除掉一切的烦恼所产生的智力，自知我身已尽了。自己知影，咱这世的人啊，已经啊业报已经尽，无受后有啊，就是无要过来出世，叫做不受后有，无要过来出世啊，乃是事无畏啊。啊，即后因受身无畏，哎，你是讲袂惊过去出世啊？对不对？乃是事无畏。啊，比划起来啊，一切智无畏，就是讲伫个一切诸法尽滴尽见，所以无所谓。第二，漏尽无畏，诸漏已尽，就是烦恼拢尽破尽，五住烦恼，五住就是五住烦恼究竟。二十永亡，二十就是。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，永远除掉，所以叫做无所谓。变异生死是三界内的生死，不，分段生死是三界内的生死，变异生死是三界外的生死，拢总尽，拢总无啊。第三，说障道无畏，从伫个众多之法，黑业苦皆能众多，能知能说，所以叫做无所谓。第四，苦尽多无畏。哦，是讲尽苦之道，能知能说，尽苦就是会当去掉去苦之道，叫做尽苦之道啊啊，去掉这个痛苦之道，改定慧能知能说，所以叫做无所谓。无量法门者，众生的烦恼会变无量，所以佛说法门之有也是无量，亲像观顶佛所讲之法，净土诸教诸鸟。一日皆能说之，众生闻者皆能得了，皆能得了。221页中间，前面算来第六行，倒数回来也是第六行。37品修法虽精，离机缘不定，自种种的开合。名义不同，虽所欲闻，无不言从。果能闻者，念三宝发菩提心，何必烦恼呀？这是讲说明开甲合，开合就是随根基啦。哦，比如讲咱这内面的大专生较济，我着讲这个理性、理论的物件较济。讲故事的机会较少，因为年纪较大的阿伯啊，六七十的，八九十的，哦，还是用煞来讲要往生迄落，爱讲故事，伊甲讲一寡理论啊，伊听无，甲讲故事哦，倒一个安怎往生念佛，哦，鼻的芳味，爱听了会欢喜心，所以这个开甲合啊，随众生的根基。说法啦，
上驚就是唔知影眾生的根基，敢若替你一直講一直講，啊講講啊，敢若家己踮遐笑，三十七品修持一切道法随尽，离众生的机缘不定，所以做种种的开合。其中的名义自用不同，若是好讲自己啊，好讲好讲就是根基较好啦，较爱较侪资料啦，那么就开演三十七品，隆重讲成无量法门就对。三十七品开演出来，隆重变无量法门。若是好立自己啊，好立就是讲希望较感性的咧，莫讲伤多。啊，得到上大利益的，安尼就合演三十七品。所以讲无量的法门222页，性界定慧三学，名既然不同，义理也是有无共款。啊，众的言字随众生的机缘，澳门讲者，或者澳门讲就是讲欢喜听得较快，啊，立者。啊，无不言从。哦，你讲欢喜听到较济，也是兄弟欢喜较少的，安尼伊就隆重、隆重讲、隆重包括在内，讲取尽其宜啊，取尽其宜，就是讲隆重啊，符合啊，隆重下迄个根基就对。如敖说无改变，啊，亲像啊欢喜来讲这个法，有无改的辩才。国粹好乐而说呀，每一个拢按照伊个欢喜个所在，会当接受个来咧讲。高林文者念三宝，念三宝，逐渐极乐，到极乐世界种念，说法有方，啊，真好着着，真好个方法个说法。善人开导一人啊，念念三宝呀。用西方极乐世界，连迄个处教伊都会说法，啊，处教伊都会说法，哎，那么这个处教是阿弥陀所变化出来。三宝就是佛宝、法宝、净宝，三者古称宝，这就是可尊可贵。为什么呢？这三宝为什么讲可尊可贵呢？一个佛教徒哦，那就是世的人哦，有因缘来皈这个三宝。不对三恶道，皈依佛不对地界，皈依法不对这个五鬼，皈依经不对这个畜生道，所以这个皈依啊变成一种真重要。那么有人咧讲啊，我心啊虔诚就好，心好就好，心好就好，那就一定爱皈依三宝，这是你的讲法啊，你的心偌好，对吧？所以讲这个皈依啊。对咱这个佛教徒来讲，就是是介重要。就亲像啊，学校读册一定要先注册。你皈依你，唔只系名正言顺，你是一个佛教徒。哦，所以三者古称为宝啊，是可尊可贵。既然愿念三宝，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。念佛就是念佛的智慧，念法啊，就是以佛讲的真理；念经啊，就是。符合清净福田，除可万法三心，正明正因佛性，正因佛性则理心发，明了因佛性则慧心发，明原因佛性则善心发。我说明正因佛性成佛的正确的原因，正因就是与咱佛性有直接的关系，就这理性的心就发出来。明了了因佛性，就是。嘿，这个了就是有下一点功夫而产生这个佛性，就是慧心发，智慧的心的三星了因。那么原因佛性就是借着种种的条件所产生的对佛性的了解，叫做原因佛性，就显心法。一法一切法啊，是为万法，诸灵万端见思见思欲。定三歇和无明三歇，下面昨见此为不可思议，故念佛法喜入心，法味充足，故念法。同文共秉一心修正，故念身。昨
就是明，清清楚楚的看到，啊，清清楚楚看到，啊，这诸位的慈悲如果有威德，会当含服别人，够慈悲，够会含服了别人，叫做诸位不可思议，所以讲或者念佛，欢喜入心，法味充足，所以叫做念佛。这个法啊，听得到底啊，让咱会感觉讲是世间啊，比咧享受任何的物件更加好，所以会当听到会当产生这欢喜心，叫做法喜入心啊。咱拢讲，叫人法喜充满，法喜充满啊。所以讲法喜入心，法味的充足，会当念佛啊。所以讲，咱的无量百千万亿的这个财富啊，不如佛祖的这个机啊，这个机就对了啊。那么佛当时在世时呢，救法啊，救法非常的这个真精进，讲释迦佛祖啊，真精进。那么这个天人啊，要考验这个佛祖啊。对这个求法的真切，迄阵啊，佛啊也未成佛，是伫因地修行的时阵。因地修行的时阵，哦，佛啊，那么这个坐伫树啊顶，那么坐伫树啊顶的时阵啊，也咧打坐。啊，那么这个天人啊，玉皇大帝啊，变一只老虎来，咱经典就是讲，咱人若是伫在这个两万岁至四万岁，这个精神会讲话，猪狗牛这触角直接拢会讲话，会参咱人讲话，啊，因为咱这人的生岁数是佛祖在世是算一百岁来讲，啊，这个精神伊就袂讲话，业障卡掉。那么咱人若四万岁，直接会当参鱼啊、参狗啊、参这个精神直接讲话。就是讲，迄个时阵，咱人甲精神嘅服务还阁真大个时阵。那么，即老虎来，即老虎啊，是天人化身的，玉皇大帝化身的。啊，那么，即、這个，即释迦佛啊，啊，你修行，修到啊，真爱了解即、這个，啊，就了解即个法。那么，即玉皇大帝变即老虎来的时阵啊，竟然讲八道真了，哦，爱在咧参。啊，什么人啊？若有法度甲我说这个法啊，我就用这条性命甲供养安尼。无论要叫我做啥代志，我拢干。啊，这老虎玉皇大帝化身的，伊就讲：哦，我即马我有法度甲你说法，我有法度甲你说法。啊，但是我即马巴肚真枵，巴肚真爱先食物件就对啦，爱先食物件。伊讲啊，我无啥通供养啊，啊，无我身躯甲你供养。哦，伊讲啊，我若家己。夜到自杀，我都听袂到咯，吼、哦，无你安尼，我先剁手互你食，食你再甲我讲，你先甲我讲一半就好，对。啊，即马讲了，我再跳落来互你食，规身躯拢撕下你就对，啊，就副刀夹起来斩断，强勇安尼，啊，这老虎食，哎，伊就甲讲，啊。那么这个世间是生灭法啊，一直讲这世间是生灭法，安尼，哦，而且听到这个，这句呢，佛就开悟，啊，了解讲这世间是虚妄的物件，啊，刷落去，你老好讲啊，我安尼还佫巴肚真枵咧，下面这句安尼还讲袂了咧，但是安尼你下面迄句佫讲了，我随跳落来，但是啊，这个生灭。还是烦恼即灭为乐，还是生灭灭已即灭为乐。我这生灭法，你那个停、个观空、观个落尾啊，你得到解脱，即灭为乐，不生不灭的、不生不灭的境界，才是真正快乐。哦，是生灭灭已即灭为乐。听了这句佛，马上正果，跳落去，安尼啊，这个玉皇大帝就哈哈大笑，果然是为法而来。哎，就现身起来，果然你是为法来，无啥性命，无啥的这个性命，吼、哦，安尼来，这个修行安尼，
要参咱即卖人比起来，这是差真侪。参咱即卖人比起来吼，这敢小可拍一百关斋戒就真忝咯，就真忝咯。早暗即群来食五包糖，八暗时也袂使食咧，泡糖泡即群泡五包。家在阮准备太济咧，这根基看差偌济，所以讲哦，这修行啊，讲若看讲佛的修行啊，讲咱这款的修行的八千万亿个不如一分，天差地。伊知影这个世间这是拢生灭法的物件，世间无一样是真实的，逐项都假。对佛来讲，就是真理才是真正。要安怎让咱找到咱的本性？要安怎来了脱这个生老病死的物件？这才是佛上界重要，小佛要追求的。所以佛在经典讲，讲我看这个金钱啊，亲像粪土啊，亲像土脚的这个粪土啊，无重视啊，无重要。哦，我看这个富贵啊，亲像天顶的浮云啊，无见富贵如浮云啊，无见啊金钱啊，如粪土啊，粪啊，啊，所以粪啊，以。上界重要就是追求迄个内心的真理，解脱的法。若讲一旦听到伊这个法，伊甘愿舍性命，都供养人不要紧啊。所以讲，果念法，法就是佛一切智慧的结晶啊。同文共鸣，大家拢听得到，大家拢遵守，一心修正者。大众同文共鸣修教法，一心修持。随功行的浅甲深，离正位有关系，所以爱念经啊，念出家人。那么至少你若伫咧外口探听，讲一百对的问问卷调查一百对的，大家拢欣赏这个出家人的生活，真欣赏。那是因为无了解出家人的生活，伊才会诽谤三宝出家，这业障真重啊。伊拢规工咧咧，互路推车的人才有可能安尼。啊，若真正对这个佛法了解的人，伊大家都赞叹出家人了解嘛，结婚要开开，世间哪有有何何乐之有啊？世间哪有啥物好在快乐？对无？刺激嘛，刺激当作快乐嘛。啊，那么像阮去，你去到国外的时阵。坐迄落营销火车，哦，因遐在那咧坐啊，哦，小姐嘛那坐啊，坐咧叽叽叫安尼，敢会听半声子？你个惊到一个面啊，亲像迄落，死人面安尼，提钱过来插一点仔心脏顶，你个就那袂讲话，惊到一个面啊叫去，哎呀！啊，有一寡比丘，你出国往哪个人坐？啊，坐个落来，定力拢无，空观、假观、中观拢袂记，什么见思邪、定沙邪、无明拢唔袂记，干那怎真艰苦呢？哎，问我迄话说你要坐，我才无要失这个位置，我出国我做位置啊，呀，我去泰国的时阵，迄个张小姐带导游，伊讲。看人诶，伊有往往诶汽艇啊，即马坐六角上吼，驶真紧啊，利用空气的浮力啊，人咧浮在船顶，你看，你即马来讲，师傅你要坐坐，我讲，一个这个慧力大法师，这么歹，迄个飞机天空中顶来去用翕相起来，哎呦，飞起诶时阵，两只脚动动下，安尼呢，啊，什么化休？你敢知影化休安尼呢？哎，啊个。泰国要坐款哦，这水上摩托车，裤底澹漉漉，哎呦，看要看看者。我本身我虽然无修来讲，但是我真注重这个位置，我唔敢讲，因咧坐做因坐，我看做我看，啊看做我看，安尼。所以讲，这世间伊的快乐就是讲，我都来刺激一下啊。来，让这个时阵心无用一下，啊，将暂时寄托安尼，对不？啊，哪有讲什么快乐？我惊到一个面啊，青顺顺呐。了钱，搁了精神，心中搁嫌定，刚才有早救心去啊，急救。
世间人，哎，伊都无听到佛法啦，伊也毋知影啥物或者真诶，啥物或者假呀，伊嘛毋知影讲要安怎来了脱啦，伊所认识诶都真嘛安尼尔，现主时诶快乐安尼尔，啊，下面灵念就是三观，就是空观、假观、甲中观，所念是三宝，有别相三宝。啊、哦，别相一体，啊、哦，以及四教意义，三体款式之不同，如相了感道品应理。我先解释一下，灵念就是三观，三观就是空观、假观、甲中观，所念就是三宝，就是佛法经。有别相，别相的边啊写一个相，一体边啊写一个性，本性的性。那么相不离本性，性不离相，所以讲别相合起来就是一体，一体幻化无量的相。啊，阮伫个莲林寺的时阵，参法师常常用一个譬喻，譬如讲米粉也会当做面条，也会当做馒头，也会当做包啊，也会当做水饺，也会当做油炸粿。米粉同一个米粉啊，对，会当做千百项物件，千百项物件。诶，这个米粉类的合起来，拢总是米粉。哦，我初去听经，拄啊听着参公安尼开始定，会记诶这个比如就对。啊，比如本性就是亲像米粉，啊，这个别相就亲像啊米粉。就看你要做馒头、做包啊、做水饺，哦，也是要做这个油炸粿，哦，也是要做这个煎饼，哦，拢会使。啊，这个葱烧油饼，我那也塞进。别相啊，别相啊，一体就是相，以及四教义理就是藏通别言、宗教、通教、别教甲原教。三体就是空家中、空界中，款是款，就是方便；实就是本性，就是实相的物件。宽地甲实地，叫做三地全实之不同。为了众生。哦，爱用方便显卡落去披露，这叫做权实，直接入本性的物件，直接我的本性，这叫做实，即不懂。如上料剪刀平应之，哦，就是亲像观定啊，啊、哦，落去剪择料剪就是选择啊，刀平呢应之三十七刀平杠，处干别灵念所念以及三宝不同之相。灵念就是三观空家中，为灵念的心体本来就是空寂，就是讲咱这个妄想是意识心，打破这个意识心，就看到咱的本性，所以叫做体本空寂。把比拿起来，空寂就是无声的意思，体本无声啊，因心而有。因为咱这个心啊，刹那间在咧变化，刹那间在咧执着。你咧恨这个人，你若卖去甲想，你的痛苦会减少。你咧恨这个人，你再三去恨、扣恨、扣恨这个人，你会愈艰苦。啊，你若用这个智慧来关照、关照，这个恨心本来就无。恨是过去所发生的代志，这个时阵我也观察过去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你的计较同款痛苦。所以讲。哦，你什么时阵放下你的内心，会恨、会生气、会嫉妒？你什么时阵得到快乐？其实你随时拢会当得到快乐。你只要悟到无性，因为咱的本体当下就是空性。哦，你用任何的这思想去想，用任何意识去推论，拢总袂当解决代志。因为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。咱所会当得的物件，就是一寡妄想的执着。一寡痛苦的回忆，痛苦的回忆。所以讲，咱无空观的智慧，袂当观空，哦，用即观照，圆满的观照。所以就是假观，正空寂的时阵，寂的相照，啊、哦，正伫无心的时阵，常照就是妙用呢，啊，妙用呢。所以这个寂就是不变，常照就是随缘呢，啊。哦，这正空寂的时候，寂而常照，就是讲不变而常照，就是随缘。正圆照的时候，照而常寂。正圆照就是这随一切因缘，在观照的时候，哎，照而常寂，随缘而常不变。寂而常照的是不变而常随缘，照而常寂的、就是。
啊，随缘而常不变，就是中观。中观，所念三宝有别相一体之分呐。别相的三宝，一体三宝，什么叫做别相呢？差别之相，法心、不心、应心，为四教的佛宝，藏通别圆教的四教的啊，教立地端，这个要把笔拿起来顿点，教离智断。这个教也是佛给我们教法，理佛所教的这个道理，智运用我们这个智慧断断一切烦恼，为四教的法宝啊。那么三性的显性是四教的精宝，小性、中性、甲大性，这就是藏通别圆教啊精宝。为何一体呢？真实之体，湛然智照。这个念湛哦，不是沾哦。湛就是水清澈而明朗，光明皎洁的样子啊，清清楚楚，所以湛然就是说清清净的意思。真清净智慧的观照，灵明觉了，真清楚为佛宝、哦、那么运用着佛这个智慧观照，就是实相离体，实相离体清净妙完妙为法宝、啊、那么实相立体清净完妙，就是佛所证到的实相，所证到的立体就是无生清净完妙，这就是法宝清净心完妙的作用。理智不离，理性跟智慧不离，和合无为，和合无为就是无一点矛盾啊、哦，咱现在在讲的讲感情跟理性调配的最平稳的那一个结合点，这个叫做和合无为啦，叫做理智不二。你讲伊这个道理，伊就充满智慧；你讲伊这个智慧，就是运用无生法里面的道理。所以讲理智，这个理智啊，是咱们世间人讲的理智是无同。世间人讲感情跟理智是两项物件。但现在这理智是两项东西，理就是无生之理，智就是佛具足觉悟之智。所以理是理，无生之理，智是妙智，用妙智觉悟无生之理，觉悟无生之理又产生了妙智慧，所以叫做理智不二、哦、不是说、哦、理智不理，这世间人这句绝对看不到。所以在这个角度是讲，理甲智是合而为一，就是亲像这面镜。这面镜，你若看到镜，你就有看到光；你若看到影像，你就有看到这个镜的反光。本来就是有具足这款能力，合合无为为精宝，别相是相，相就是性中之相。别相是相，相就是性中之相，是本性所幻化出来的相。一体是性，性就是相的性，本性里面所幻化出来的相。所以这个相不离本性，不离本性啊，就是亲像这个镜啊，就亲像这个人，这个人充满智慧啊，智慧参这个人是共这个相好。安尼，性相一如啊，离离不离啊，啊不离离离。以及四教的意义者，我别相一体，各分四教，藏通别圆啊。但有三体款式是不同，三体就是空家中啊，真谛、熟谛、中谛、三谛全实的不同。宗教甲通教两教是为真谛三宝，阿弥来起来悟入空性，名为真谛。我的空性名为真谛，别教为次第三次第三谛三宝。原教乃是一心三谛三宝，次第就是空假中分别来修分开。
那么原教一心三谛就是说到空就是不离假跟中，说到假不离空跟中，说到中道不离空跟假，所以叫做一心三天三宝。头前三教总属于宽，就是方便宽卡，晚教是属于实啊，出来如上文。所以料见四教道品应知，下面224页圣德等的第二行，舍利弗，汝为雏鸟时是罪不所生啊，所以假何？彼有国土无三恶道，舍利弗，彼有国土善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失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，欲令发音变化，所以欲令发音旋流变化所作。啊！伊即摆惊讲人误会，讲啊，你极乐世界遐尼快乐，下面哪有鸟啊咧？啊，这鸟都会放屎，安怎来走去极乐世界？哦，所以这极乐世界鸟是袂放屎的鸟，哦，这是真好的鸟，啊，是好鸟，啊，唔是歹鸟，嗯，唔是真像咱即摆哦，迄个伫个诶，这个电梯条管顶的鸟，你啊，那看着啾，甚至是这鸟屎安尼，有够衰，嗯。这极乐世界袂安尼，极乐世界这鸟会说法，说法嘞，佮你符合这个符合这个道理，啊，真是厉害。所以讲啊，讲舍利弗，你敢知呀？哦，讲这个极乐世界鸟啊，唔是一做罪业业报所生，所以食好是为什么啊？啊，讲比如国土无三恶道。你西方极乐世界都无这个畜鸟啊，五鬼畜生地狱啊，要哪有鸟啊嘞？讲舍利弗，其乎国土尚无恶道之名啊！其乎国土根本都无五鬼地狱畜生道，免哪有何况有失，免哪有实实在在鸟啊呢？下面解释，讲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，欲令发音旋流变化所作，这畜鸟啊，拢是阿弥陀佛用啊，为着要让这个发音旋流变化所作。啊，这就是。增释疑难，就是解释，增释就是解释这个怀疑啊，众生碰到困难有什么怀疑，这个叫做增释疑难。哎，引述啊，增释的引述这个啊，来解释这个怀疑跟困难。恐惊有人怀疑，讲弥陀印中第一大愿，伊发这个愿，阿弥陀在咧印地修行的时候，伊第一大愿。讲圣我得佛啊，国中地个五鬼精生者，不处境界，不处境界。意思讲，阿弥陀佛那是圣我得佛，那到到我有成佛的一天呢，讲圣我得佛，我呐已经成佛的时阵，我迄个国土，讲国土无这个地个五鬼精生，啊，那有这精生地个五鬼不处境界，我无要成佛，不处境界就是无要成佛。那么现在有众鸟，是不是为本愿呢？为袂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呢？所以啊，一个释迦牟尼佛啊，伊就甲对舍利弗安尼，哦，甲告诫，讲舍利弗而戒之耶？哦，哪位？讲你唔通啊？啊、哦，唔通安尼讲，讲这只只鸟啊，啊，是五音是法，是色相，是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五音的是法，是罪报所生，你唔通安尼想。这种鸟啊，不但不是人间的鸟，随业所生，而且不懂天上之鸟。哦，也不是像天顶的飞的鸟啊，啊、哦，是随灵所化啊，啊是属于业报。那这天顶的飞的鸟嘛，是属于业报啊。所以假何啊，这句就是真啊啊啊！你看是什么原因呢？所以不可说啊，这个鸟啊是罪报所生。为什么呢？讲彼佛，下面解释起来，彼佛国度是因为弥陀的愿行啊，来去修行证的佛果，所以是功德庄严。西方极乐世界无地狱五鬼精生三恶道啊，出三恶道是由五逆十恶感到地狱报，由见贪嫉妒感到鬼道报，由无耻暗昧感到精生道报，所以叫做恶道。叫做恶道，226页，又对舍利弗安尼讲，
讲几乎国土全无恶道之名啊！啊，这个阿弥陀佛的国土，伊就连这个恶道的名都无。这是因起因这个法藏比丘所发第十六愿为证。愿安尼讲，讲释我得佛啊，国中天人啊，乃至文不显明，不出境界啊，来到这个。极乐世界啊，就绝对无可能去听到三恶道的名。定到光贵精神啊，名且不闻，何况有失啊？何况讲这个极乐世界有真真正正鸟呢？无啦，就无这款。这拢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啊，一定无得着啊！不但啊，目睭所无可能看到这个鸟啊，啊是这个业报所生的鸟啊。而且连听都唔捌听到，下面讲是诸众鸟这四句啊，是出其所以然啊。难言就是讲有人怀疑啊，有人怀疑啊，讲彼国既无恶道，何以有这个众鸟呢？啊，这佛陀讲，诸鸟皆是阿弥陀佛愿力，欲令法音宣扬流布。流布原是宣扬，宣扬就会流布，流布就会宣扬，流布就是咱现在讲的讲，或者传达各方呢，传达每一个所在啊。以不思议的力量变化所作，又引难言，法藏愿修这个偈安尼讲，第个五鬼精神皆生五刹中，何地为无三恶道？因是讲，彼其处因一切来生者修行种种行，亲像佛的金色身啊，妙相色圆满，即地微生啊，虽属于恶道杂净净因啊，其性彼国皆性上仙，同佛相好，其福存恶道行也。讲啊，一切来生者，一切来出世的阿弥陀极乐世界。修这个清净心，就是亲像佛的金色身，妙相拢是真圆满，就知影讲未生啊。虽是属于恶道，就是因为早有种的这个正因啊。既生彼国，所以拢是诸上善人，同佛的相好，所以绝对无存这个恶道的形状。226页最后一行。盖真是可知啊！啊，问白鹤等非恶道名也。答：即非罪报之一名字，即请如来究竟功德，所以究竟白鹤等无非性德美称呐、啊！啊，其恶名哉？该写这边。解真是可知啊！就是讲，哦，真啊，就是该写。假设自己问答，就是真是可知。问，那么白鹤呢？你得讲白鹤孔雀啊，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加里面前是吧？那么白鹤呢？这不是恶道的名呢？难道这敢不是恶道的名？你讲极乐世界无恶道，那么白鹤这不是恶道的名啊？答：既然不是罪报所生，当然一的名字就是讲这个如来究竟的功德。意思是白鹤就是表法的，表什么？表示清净洁白的意思。白鹤啊，真贵重啊，所以讲这个叫表法的，表法的就对。所以究竟白鹤啊，无非是性德美清啊，在那里本性啊，白纯白白个亲像白鹤啊呢，而且是表法的，表法的，其恶名在。讲经中真是无三恶道的怀疑，这是已经真明显知影，所以可知啊，各阿可知，这是假的问答。以解释什么恶道之名，各问因问啊，所以安尼问：白鹤定岂非恶道名也？这白鹤是毋是恶道的名呢？答：既然毋是罪报。那么是诸众鸟五音的说法，五音
伊是讲指众鸟的心性是五音十法，而且亲像咱即摆即个麻雀啦、鹦鹉啦、吼、哦，这鸟啊呢，拢认为讲这是肉身啊、触鸟啊，这是五音所生的啦，气味罪报所生，所以这白鹤底是假名，也毋是恶名的对。那么一日的名利，该款如来究竟功德者。一日的名利，拢是咧解释如来究竟的功德，这是对象来咧解释。五音既然毋是罪报，那么这是属于善报。假名既然毋是恶名，当然是属于善名。那么善报就是究竟的五音的功德，善名就是究竟假名的功德。所以讲极乐世界，一色一相一定一名。该即全体法界，为什么殊殊不改吗？拢是阿弥陀佛的本性幻化嘛，不可思议嘛。所以一粒名，这就是传如来究竟的功德，传就是现现出来，显现的了啊。以假名啊，这浅显实法，用这个假名传现这个实法，实法就是究竟法，如来清净法。所以如来究竟功德，以如来正正强穷就是尽啊，把名拿起来啊。所以以如来正悟穷尽的十法界的功德，就是正穷，不是散的意思，穷就是尽的啊，贯通的十法界是法界，拢中了解的对。是为究竟，铁法流之原底呀，是法平等，以究竟一切究竟。所以一一名利世界究竟，所以究竟白鹤乃至究竟共鸣之鸟，无非圣德，无非圣德就是清醒功德就对了啊。起恶名在本来就是不是恶名啊，幻现是究竟功德之名啊，使旁住也名字法界不可思议。名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叫做名字法界。228页第三行，问化作众鸟何意？你化作这鸟要从啥？有什么意义无啊？答：有四悉檀因缘。四悉檀就是释容究竟布施，名四悉檀。说世界悉檀，人为悉檀，对治悉檀，地义悉檀，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。答：由世悉檀因缘啊，那么这本经的悉檀都是第地义，无世悉檀因缘，环境悉处足鸟，讲世间人爱起鸟啊。爱吃鸟啊！哦，你要较爱吃鸟啊！咱这三宝世界这款鸟，未比极乐世界这款鸟。这阿弥陀佛啊，啊，是本性神通来变化出来这款鸟，是比咱三宝世界较好。哎，顺境理化，顺着这个众生，而且情啊。你化道令欢喜故，鸟现说法令闻声贤故。讲这鸟啊，都会讲法啊，你甲想看麦啊？听到了后，就生出这个善法啦。啊，不以鸟去下的相，袂讲哦，这鸟是这样啊差，这样恶恶道，这业报深重，才出去做鸟。啊，你看鸟的说法了，咱人都无一定有法度，就是对着分别心故。鸟就是弥陀，啊，鸟啊就是阿弥陀佛化身呢。另外的化身平等，另外的咱的化身平等，无不执着，无不执着，啊，大行都执着得着。讲，出问答来显出这个好处。显益就是好处。问：弥陀若令法音宣流，
变化众量，有什么意义啊？答：有四悉檀因缘，四种思想，令众生得利益，叫做四悉檀。悉就是一切，檀就是思，一切世界都不思，一切的人都不思，一切的对治法都不思，一切的中道实相第一通通不思，就是四悉檀。翻译悉檀就是普施，普施就是可以普遍布施利益一切众生。素悉乃有素悉啊，得世界悉檀。欢喜悉，因为世界环境啊，喜喜出足量，弥陀随顺环境的话，令得欢喜。第二，为人悉檀。啊，为人悉檀，生仙有利益，化鸟的说法，即输出基调。我看哦，那你讲咱这个三宝世界哦，讲饲一只鸟啊哦，的说法嘞哦，啊袂话，即啥？这只鸟啊，真正价值不计其数。不过那是三宝世界这只鸟啊，那讲真正会讲会说法，我那话袂久，干那唱的摸的喘到无半句啊。咱人会贪嘛？饲着一只鸟啊吼，迄会讲话，迄得偌济钱？你敢知影？啊，顶回啊，人迄个报纸有刊呐，讲，逐工因咧老板外省的啊，为大陆来，啊，即马饲一只迄个鹦鹉，饲只鹦鹉，啊，即马伊开一间店，啊，即马逐句讲拢同款。人客来坐，迄只鸟人家出几落十万呢？迄只鸟安尼，人家出几落十万呢？你看想看卖，敢会讲这几句尔呢？啊，佫会说法？哇，那这不过那有这样的鸟伫个沙漠世界，我那艰苦，想到这鸟连咪性命都无去啊！人大家要抢啊，大家要偷摕啊，啊偷摕袂到都。吃毒药落去啊！啊，吃毒药落去，伊也袂讲啊！啊，伊家头用毒药我吃，伊不要讲安尼啊！啊，这只鸟伊也袂晓讲安尼啊！你说不是安尼？伊所以讲，咱来这三宝世界这鸟温水的。你看咱这做一个法师，安尼利益众生，牺牲家己，安尼无名无利，打拼为佛教。你看人嘛是要舒适啊，同款啊。是讲我会讲的，我有智慧啊！啊，真正呀、啊，真正、啊。我若要啉茶，我着搁先看卖内面，唔看有掺啥物件无？真正、啊，我要出去讲经，我这茶拢足注意啊！伊若无随便去用请呀、啊，啊，我这大只鸟来去用害死就袂说法咯。哎呀、啊，哦，所以这。这不是这样说的，所以这观念要注意，要注意。啊，这鸟还没说话，会说法的，那三宝世界，活不久，人抓不到，人就用偷的咯，抓他就拼那个毒药去咯。你不知道，像那狗在过门，对不对？狗会过门啊，军犬哦，那狗，啊，军用狗这样。哇，真巧，你敢知道，人去的时候，哇，那狗，那狗都训练，狗都不是狗别的，都狗吃。狗个，个只，迄金门个海防，你有看？拢狗啊，对。啊，人那边有狗死是足简单嘞，哦，用一猪肉吼，还是啥物肉，内面掺油啊，规包夹起，迄狗拢袂记个咬人，拢咬迄块肉尔，咬，哦，马上往生。迄款嫌你做念嘛袂赴，对。所以讲，伤过咬个物件，伤过巧个物件会早死。哎，所以我唔敢真巧，我就是惊早死。拄啊好就好。我输出积德，令闻者感念三宝，利得成仙。第三，对治悉檀。哦，这个鸟啊说法啊，伊个灭恶，灭你恶。鸟灵说法，哎，这袂当轻视哦。不宜诸鸟，就是不对于其他种种的鸟，其下列的果报想，就是不宜诸鸟，就是不对于其他的诸鸟
其下列的果报想，令得灭恶。啊，你也看到鸟啊，讲哦，这三恶道，不是哦，这阿弥陀佛真的不简单哦。哦，第四，第一是谈入理义，第一就是真心究竟之意。生佛一如，众生跟佛的拢是同款。鸟啊是弥陀变化所致。教就是弥陀法界众生啊，无一法不故，无一法不遮，就是讲理智是照，理性就是本性具足，是照就是一切修行皆是理性，一切理性无非是是照，所以啊，修理圆融，令得入理。此经是圆顿教，该第一义是谈，啊、哦。该是第一师谈，中道实相，就是变成基础三师谈，以数者不离理据，理据啊，中啊，盖初中先微风秋秋梦定音，乃及一切意境假设动体，就是阿弥陀佛三心四德。何无差别的啊？这中啊，就是现这个微风吹动，珠宝行秋，珠宝罗网，就是微风秋梦，这音的声音的调，乃至以及一切的依报甲正报，皆是动体，动体就是会使讲拢总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三心就是法心、报心、甲化心；四德就是上奥五净，毫无差别，拢总共款。一切依报、正报，拢是佛一个人本性所制作出来的愿力。讲出门标志法界，这就是直指万法唯心之智，以现这个西方。六尘之境界，六尘的境界，一日无非全体就是法界。微风乃是触尘，微风乃是触尘，感触的啊，接受。秋梦呢，就是色、香、味三尘，乃是风声。此前五尘为实法，五尘是落下来影像。落在异地之中，这是法尘为假法，这是六尘的依报。六尘是依报，众生是正报。若依报，若正报，若继续是随性在提一法，当体就是阿弥陀佛三心四德，毫无差别，拢总共款。也就是五级众生三心四德成佛平等，依境无变，所以第一个。细谈第一细谈，讲下利佛，彼佛国土微风吹动，珠宝行秋，吉宝罗网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众觉同时鼓作，闻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念法两净之心啊！啊，讲下利佛。阿弥陀佛的国土呢，风若一个吹落去，宝树、罗网拢出一个微妙音，就亲像这个音乐同时起作，唔是亲像咱即马讲这四声道的啊，这极乐世界唔是拿四声道的，同时呢，这个唔知几万声道的唔知影呢，啊，而且咱这个啊，变变叫个话要吵死啊！这庄稼人吼、哦，少年人啊，拢带袂掉，就是安尼。这兴趣吼、哦，参这个老人拢袂合。这个老人吼、哦，伊就是爱看这歌戏，爱看这歌戏，爱听一款口调啊，口调啊。哦，杨丽花种诶。我那少年人哦，伊爱这个热门的音乐，热门的音乐，愈紧愈好。透早若爬袂起诶。哦，甲叫袂起诶，啊，啊叫起床哦，叫袂起，你热门音乐得甲放了，嘣
恰一下，嘣恰嘣嘣恰，嘣恰嘣嘣嘣恰，哎，就伫面前就，哦，就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，像僵尸、僵尸啊那样，那一直起来，哎，音乐放落去遐，哦，要是老人来放迄，你狗唔吃，听迄心中想要听伊，那你做一只歌好听，你叫落世界袂安尼，叫落世界音乐这个做落去吼，爱听的都拢适合你。哦，佛以一心演说了众生随力各得解，所以讲极乐世界这拢是阿弥陀佛化出来。当然你要听什么音声嘛，也是会使一个；听什么音声嘛，是会使一个。这经典讲这个声都是非常的真好真好的声音声。啊，你个听都唔知为倒出来，这声音都是足好足好的，哦，啊都唔知为倒出来，哦。安尼，你安尼甲看，讲迄个树啊物件安怎有声？吼、哦，你会产生一种足不可思议的心声。吼、哦，这极乐世界，安尼，啊，你到极乐世界时去的时候，拢会咧找这个莲花，找这个莲花。你已经去到遐时阵，已经往生啊莲花出来啊，那么就咧看啊，娑婆世界，这个文殊讲堂啊，哦，一个两三百在咧拼，哦，迄粒较大粒，迄粒较细粒，啊，安尼咧看咧看咧看。现在这极乐世界人就期待用功哦，那就用功哦，修八关斋戒哦，安尼，吼，因为哪念哪困，伊就呜睡莲安尼无去，吼，因哪用功，伊就愈大粒愈大粒，吼，依然讲真大粒真大粒啊，真大粒安尼，所以极乐世界要去啊，去到迄个所在啊，咱就会期待只动参得又来往生。哦，啊！这动参道友啊，哦，那无往生啊，伊会感觉真可惜。那无往生去啊，这莲花慢慢慢慢慢慢都去消消去，安尼可惜。所以哦，这念佛哦，就亲像咧压水安尼，压水安尼，哎。那么这个主啊，为人咧讲，哦啊，这个声音呐、啊，那亲像安尼来讲遐尼啊响，自然理性。因若要休困要怎？因毋少暗时也是免困，干那吵就死咯。哎、欸，咱若无想要，无想要听，动一念头，声音自然无去。有听你无听到？因为极乐世界是几千度的空间所交合的，几千度的、几万亿度的空间所交合的，所以无量的神通力。简单讲就是，极乐世界就是科学上发展的所在，要互你听到。阿弥陀佛，你听到，袂当互你听到，随乎你袂听到，真好啦，真好，足好诶。所以安尼甲研究起来，你甲看，咱头讲，叫做世界洗身躯，这水深偌悬就偌悬，数偌低就偌低，哈。叫做世界无唔免有变质数，食食诶自然化去，这碗啊，叫做世界唔免洗碗滴，唔免洗碗滴，食食诶自然化去，叫做世界唔免天山。这个天衣无缝，这衫啊，啊，阿弥陀佛，昨天就给你安掉的。这咱世间人哦，讲，我才无咧听你讲梦噶，啊，无人看的啊，无人看的。但是我念佛到今日，我从头到尾，我唔捌失去信心，唔捌失去信心，因为我有看过几落摆，佛的光我有看过，所以。这不是白菜。那么，因为咱的心啊无清净啊怀疑，这足简单嘛。我讲一个，你一定绝对百分之一百相信。讲那是讲今仔日佛祖欺骗众生，无影有极乐世界。讲极乐世界是方便宽卡里讲，亲像乌托邦安尼，就亲像咧以方便咧度众生，假设有一个极乐世界，佛那是真正安尼。换我反倒倒来问你，自古以来到今啊，哪会这么多众生往生极乐世界？对，人命中哪会见自在？听着香，听着音声、音乐声，闻着香味，哪会见济人烧出来几啊千粒舍利子？无你讲个讲什么原因？所以讲，假设说佛打妄语骗人，安尼就肯定讲没有妄语，对不对？这就实实在在的东西嘛，对吧？哎，舍利子可是不可思议，
你要安怎解释呢？就属迄个舍利子安尼，生一百几粒金色的舍利子，一百几粒，白色的生金色的，白色的生金色的，你敢捌听到？唔捌听到？摕起来看，透明的，舍利子透明的，已经偷抢偷就要了了。还有剩几粒啊？找一时间，我摕予恁看卖，予恁大开眼界，老师来功夫咧。哎，舍利子咧，金是四百几粒，我用一箍仔对过，我惊去用偷摕去，你敢知？有人真无良心啊！你舍利子摆遐强个，明仔载无看到。我唔敢摕出来展览啊！摕起来明仔载现无看，人去印度，请许个舍利来啊，舍利。白色的白色的，有够水的，真水！你毋捌看过？啊，生出来咧百几粒金色的，写日子透明的，啊，人来拢总请了了。但请其他唔到咧拜无，我咧拜一直大咧，但因请伊拜那个山水粒无去啊。创个在土地去咧拜，我看真无看的嘛，无一定啊，真正的。哦，所以讲，安尼你个想讲，这世间就是有这么不可思议的物件，你要安怎用物理化学？啊！迄舍利子袋内面也无半项物件，哪有掺什么物件？啊嘛无掺什么化学的物件，嘛拢总无啊，都袋内面安尼尔。伊就会生舍利，哪会讲叫做世界无这么不可思议的物件？用咱人的头壳要想袂出来啦，对无？所以我准备要来买一支迄落，或者啥，买一支迄落舍利它足大支的凶的，有点点迄，藏三四粒啊，藏咧就好。不用坑你，我无来骗。下面爱写一个佛陀舍利，无写伊舍利，还阁藏会掉，写伊舍利两面无去。即卖贼啦哦，真巧的，有人写一张字条去诶。请问法师，偷请舍利子有没有犯偷盗戒？可见伊把人偷得过。我请问你啊，这条街你我问你啊，我最爱供养舍利子，共偷的舍利子犯戒无？哎，你看有无？无啊，有啊，还是凊彩。后尾再甲恁讲哈。看你舍利子敢无犯戒？其实这款物事也是真歹讲，你敢知？佛无定讲，若比丘、比丘尼偷得舍利子犯比丘戒，拢无安尼写，你敢知？哦，因为人真虔诚要供养嘛，真虔诚要供养嘛，小讲偷得实是讲唔好啦，实在是唔好。有诶吼，哦，弥陀经啊，听经听甲真好，做足侪笔记。啊，人来看嘛，听经听听，哦，现在足侪笔记。怎共偷得转去？甲你讲真正有啊，真正有共向偷得，听听这本做笔记的怎向偷得去啊？找无啊？你知影迄只郭医师就是安尼啊？我伫个一个家己弥陀寺的时候，咧上这十四讲表，迄郭医师伊错写甲真水，郭医师咧北医女毕业的，医学院的做医生啊去遐上课，写哩足水的，有够水的安尼，向偷得去，写规本拢写满满啦，伊足欢喜的听一书十四讲遍，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结果就是心里想来想去无去。人家世间有这款贼，伊足狂，伊敢当人啊抄偌久安尼，安尼抄甲安尼尽心过来抄，共偷摕偷摕迄个迄个切去，你敢知？真正，那有的时候，你管摕来害，你趁阮即马无伫的时候点点摕来遐藏咧就好，真正唔通共偷者即款经典，尤其是我即本来顾好，我即本来顾好。啊，所以讲自然该生念佛念法两精即生，啊，精亦无精，动算妙法啊，速告得品啊，无量法门，同时演说，随类各界，令令闻者念三宝呀。情甲无情啊，同算这个妙法。情就是诸佛菩萨，
主教啊，哦，这情有情，无情啊，就是这罗网杭州啊，东山这个妙法，速告得品啊，这种藏通别言啊，无量的法门同时演说，随类随众生的类各界啊，令令闻者念三宝呀，念这个三宝。230页，讲，此中经文啊，经文啊，中国舍利弗，无情法利，啊，就是讲念无情一道的说法，会当得到利益，叫做无情法利啊。美方就是方的好处，的美，方之美，清清柔和。不喜不急，啊，不徐不急的是无慢也无紧。车子宝树落，宝网铿然有声啊，啊，真清脆的哈，叫做铿然有声。譬如碧千钟阁，同时鼓作，宫商并奏，律律可学。宫商就是咱古早一个器。哦，当然，咱即马若唔捌看过的人就唔知。啊，咱即马拢用这西洋的，一个电子琴啦，吼、哦，一个 piano 啦，钢琴啦，喇叭啦，吼、哦，黑管啦，哦。那么所以讲，简单讲就是讲这乐器，工商就是乐器并作啦，律律可学，律律就是咱即马讲讲旋律啦，非常的和谐。出微妙音者，就是由雅叫做微，说法叫做妙，音中或者是讲赞佛，福慧两足，福甲智慧两足，令着众生的导师，或者是赞法赞叹这个法，犹如妙药，令得众生的心悲，或者是赞经信解修正，令着众生莫烦，令令闻者自然行念三宝。此说明念这个三宝因缘呀，该中情与无情，情甲无情啊，同算妙法者。情就是指观顶啊众鸟，无情就是指本科风秋罗网同时宣演。四教的道品无量的法门，令随上中下各类之机，该得了解啊。何以佛音完妙，随类得解。令令闻者念这个三宝，就讲情甲无情啊，拢会说法啦。听到你得念佛、念佛、念经啦。问无情的声音，为什么会当说法呢？答：情甲无情啊，拢是共一体。每者是妄见不觉啊，茫然妄者就是妄见不觉。我者赫然确立。我的人一得哎了解，如香严禅师闻及诸生而悟道则是也。啊，这个禅师啊，听到人咧拍这个笛个声，随时就开悟。啊，啊你锵锵锵，随时就开悟。我的咱这个本性，所以讲啊，你悟道的方式啊，千百万种。情与无情啊，拢会当予咱开悟。有古德讲：“溪深便是广长舌，山色无非清净身。”啊，讲这个溪啊，水咧流，就是清净咧，甲你说法，空空无常啊，水咧串流啊。山色无非清净身，这山温重伫迄个所在，如如不动，就亲像咱的本性安尼清净在底下。讲诸道无情显现呐，何况极乐庄严佛土呀？讲咱这个娑婆世界啊，无情啊，也阁是安尼，何况讲极乐世界庄严佛土呢？念三宝，这是将这个色坛合一啊，是从色坛获益，凡夫创文大勇片身，是欢喜。以三宝气氛交接，必能发菩提心，是生善意；由此覆灭烦恼，是灭破恶意；悟证一体三宝，是入理也。
先献给，献给231页。我先解释这个意思，讲念佛、念法、念经，这是为世事谈所得到的利益。凡夫啊，串文，把名拿起来，串文就是细所未闻，刚刚听到，就是串文呐、啊。啊，人讲串刊号，就是开始的对了。串文就是讲多听到，多听到。凡夫啊，串文都多听到，大勇片身呐、啊。啊，大勇片身呐、啊，哦，就是真欢喜，真欢喜安尼。啊，这个规身躯拢一个跳动啊，一跳动就是欢喜个啊。以三宝气氛交接，就会发这个菩提心，发这个觉悟的心就对。觉悟的心，就咱讲咧，苦空世间是痛苦哟，世间是痛苦哟。哦，像阮哩阵啊，哦，受到感情的这个束缚、创伤。真痛苦，来到这个爱河边，啊，就想讲世间是真痛苦，真痛苦，啊，要甲撞落去，安得解决？嘿，也搁蒙水讲，哦，搁冷死死哦，这撞落来叫无死就加衰，搁爬起来，迄是真艰苦。所以咱一个人吼，伊一个无智慧的时阵吼，伊唔知要安怎解决这个感情的物件。啊，莫讲这菩提心，这觉性啊，菩提心就是咱的觉悟的性，爱发出来，发袂出来啊。铁人嘛看，心理学嘛看，这各行嘛看，你就无机会去拄到佛法的，无法度呢。你来讲量子，讲去拄到机会去拄到佛法，咱就知讲啊，这感情就是假的物件嘛。伊虽然讲无法度，一就看会开来讲，伊也无遐艰苦，至少无安尼足痛苦的安尼。就拿不出任何的办法，所以说感情这块应该是很矛盾的。你清清楚楚，但是你没有他的办法，安得着？哦，所以说拄着这关都死刑，定死刑，定死刑。哎，娶某就是慢性的癌症，敢那乎你对讲你得，甲你得起笑，我无甲你骗呢。你查某人若起火起来哦，规暝你就免睏。我唔是咧讲恁啊，我是讲外口遐。啊，外口遐哦，足无理性诶，外口遐，足无理性诶。那有像咱这下骨人安尼，遐好无啊？咱这下骨人当啊嘛真好，也毋捌咧落声诶，对。所以讲，哎，讲要发这个菩提心嘛，是生善意无遐简单。你烦恼重，有住何必烦恼？好不掉，好不掉。那你阵啊，咱也要讲啊，世间的痛苦无常啊，咱的求相观，咱的好好啊的精进，无人开始啊。对，我高三的时阵，才有咧交女朋友啊。即马国中的都无啥，国三的，哎，啊像阿贵啊，因后生，志清啊。因同班呢，国中二年，嗯，对嘛，国中毕业是国中三年，娶某，囡仔生囡仔，都17岁尔，对不对？17岁尔，讲真正的啊，咩个17岁的人，一个查某囡仔，当若发育歹的人，头前后壁敢分得清楚，那嘛好啊。你讲有倒有影了对？那位头前起来讲，看做后壁，位后壁看做头前。啊，所以讲哦，这社会啊，真乱，真乱。这囡仔吼，安尼，哦，爸母，因此啊，讲咱这个学佛原来爱有因缘的。迄是讲我这宿舍都有根基，你敢知？我这学佛吼，就是我伫个宿舍，大学一年入去时阵，住伫宿舍。啊，住伫宿舍的时阵哦，因为迄阵啊吼，咱这个读宏教大学的时阵哦。这心情真歹，是讲咱这款料吼去读这间吼，心肝足唔甘愿的，真无愿意读，无讲先来注册一下吼，再过来办休学，还是要安怎再过拍算，都感觉足委屈的安尼。啊，嘟啊，咧吐气啊，咧想咧想，哎，内面外口一个佛学社的社长入来，伊讲啊，你啥物名？哦，伊阵啊，我真傲慢，你无爱插伊，我姓林啦，嗯。啊，你有要参加佛学社无？
我讲，我啥爱食菜啊？无啦，这佛学对人生足好个呢。我讲参铁学敢有关系？啊，我阵啊就本来是要读台湾大学哲学系个，啊，所以我高中读三组，高一日去读